近日，导演陆川被曝与央视女主播蝴蝶领证了。沉默之后，陆川在微博晒出自己领证时拍摄的照片，这是将新婚妻子介绍给大家。陆川承认婚讯后，受到了来自圈内好友们的祝福，姚晨、李光洁、李晨、包贝尔等都送上祝福。当然，祝福的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陆川的前任女友秦岚的留言。秦岚在微博中写道，感恩生命中所有的相遇，祝福世间一切的美好。发文的时间刚好在陆川承认婚讯之后，即便秦岚没有点名说这是送给陆川的新婚祝福，但大家都认定了这是秦岚获悉陆川结婚后的态度。陆川与秦岚因拍摄《南京南京》而相恋，两人的情变曾被指有小三介入，都被秦岚一一驳斥。在分手后，陆川与蝴蝶开启新恋情，而秦岚至今单身，难免让人怜惜。网友劝慰秦岚，他走了，缘散，各有其因，各有其缘，世界上所有的相遇和离开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幸福只会迟到，但不会不来。夜思睿新闻中心，上海报道。